第一碗啊，今天带大家来吃羊肉粉啊。我也有两个啊。对，我拿个啥？哦，水平肠。要。要。要。来，你这里。这是阿婶叫你的吗？他现在早上起来就找你，就找我嘛。阿婶。刚刚看到他骑都变成了那个阿婶了，早上起来的家婶了，看见你在旁边，我说这是爸爸。开始，你不加辣吗？我不要辣。烫吧，烫了，这样的。坐下来好不好？坐下来。这样的吗？来，坐下来，坐好。那你吹一下。要吹掉，要爸爸抱着了呀。爸爸抱着好玩耶。你不吃啦？吃肉的嘛。来，弄弄，来吃弄弄，弄弄。那这个你就吃。吃弄弄。你等下哦。还喝点汤。我长肉肉啊。长高高哦。要哪个？要这个啊？这个大一点是吗？这个才漂亮啊。这个大一点。哇，因为这长在这个石头旁边，会长在石头上。我们想要这种石头就很容易啊。是吗？回来就打个窿就可以拆啊，还漂亮嘞。不是这样子打，老是打，种花花了吧？放在楼上给你养好不好？啊，起码那个叶子一天少一张。再做一个，哦。你看里面了，看里面，哦，弄好吗？哦，你那天是干什么扮鬼脸的那天、啊？弄给他看。你那天怎么扮的？哦，我这样子啊。哦，咬人哦。那天你这样子扮鬼脸。老虎哦。突然间干什这样子装鬼脸起来也好玩。那边有个师傅在那边帮我做事，这边打包过去给他。现在抱了20多，咱们回去了，拜拜，往这里，拜拜，两个奶奶，拜拜，欢迎个，乖的啊，哎呀，干活。糟糕，上不去了。加油，欧姐！加油！太厉害了，点赞！
搞成饼的哦。真的哦，人工发。好好啊。断了一块刀了，死的太多了，刀都打断了那里。有没有？OK 了，今天搞了好几块了哦。我要过来打一块，我那兄弟又打了两块，要种一点玉米啊，种玉米要喂牛，然后那边的话要。要慢慢去打那个顶多的那个那边有还有吴某，吴某的话要先找那个田向嫂，然后再拿那个车去打，别的车他不愿打的，那边有石头，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咱们先回去啊，家里面还有事情要做，咱俩。